最近呢是 GSS 高峰期间，走在街上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GSS 字样。你们知道什么是 GSS 吗？ GSS 就是 Great Singapore Sales， 也就是新加坡大热卖会。它不是一天哦，而是一整个月份的。新加坡是个世界闻名的购物天堂，想要到新加坡旅行呢，不必看四季，选这个月份就对啦。而我们燕蜜之家又有什么优惠呢？一起去看看吧。Hi, Javen。最近是 GSS 的热卖期间，请问你们在搞什么活动吗？有啊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 GSS 的大促销。什么大促销啊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好啊，走。这个是我们的蜂蜜水果系列，它是用我们的天然野生蜂蜜跟新鲜水果现泡的，有不同的种类，不同的水果。你有想要 try 哪里一个吗？百香果好了。百香果，可以啊。哇，真的有果肉在里面呢！哇 ！OK， 这个是我们现煮现卖的燕窝，我们有普通版的、幸福版的，跟我们的燕王版的。OK。而且这些都是我们新鲜现煮的哦，现在都有在做特价优惠，而且凡买两支的话呢，我们还有送我们的蜂蜜面膜，这个是用我们的天然野生蜂蜜做的面膜哦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蜂蜜还有分三大种类，就是单花蜜、花蜜露跟老蜜，这些我们都有在做特价优惠哦。是我们的会员的话都知道，我们的蜂蜜一瓶大概在七八十块，现在折扣下来只需要43块。 OK， 而且凡买一瓶的话呢，我们还有赠送我们的蜂蜜 Honey Shaker， 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自行冲泡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另外一样打火机吗？哦，不是，是这个。哇，我们的蜂蜜护手霜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百花蜜，折扣下来只需要88哦，88还可以买一送一。但是在购买之前，让我带你来品尝一下我们蜂蜜独特的味道吧。好啊。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呢，我们还有我们的重头戏，除了折扣，凡买我们的产品呢，还有机会享有我们的大抽奖，总价值8668的奖品，还有总共30多份的奖品。哇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就到我们新加坡各大分行去赢取吧。